您破两千一波，一千就喂吧，一千就喂吧。哎呀，你别弄了，那不行。我那做，我那做，一千就一千就，我那做那做。来，我们又来了哈，来看一下这边，哎呦，这边有一个漂亮的哈，这个体型这么短呀，叫短粗胖哈，短粗胖，咦，哎呦妈呀，看这个身子，这个体型漂亮啊，这个，咦，看这个体型哈，超短，看这一个干两个哈，一个干两个，看月份一样大小的，你看这个头板看一下，哎呦，头板也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哇哦，哎，这个咋卖了？啊，这个贵呀！哎呀，哎呦，那确实贵，超贵，比酒贵还贵嘞！啊，那一个呢？那个啊，这个你要呀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一千多。啊，一千多了，哪里还一千多了？哎呦，我得真是有，你要天价？太天价了！你看这个小纸杯来，我给你对比一下。自己看哎呦妈，那提醒那一个干和俩了，对呀、啊、你便宜的这个最低多少？便宜、啊、这个最低多少？我给你拿着一个最低的呀，啊，最低2600。哎呦，最低还2600了？你这样的小水门小放题的，你最低还2600了？你吓、啊、放题的，你别吓我了，咱小月份大了两个多月了。哎呦，不可能。我看一下头板，哎，头板还挺漂亮的，头板也可以，头板一刀切哈，哎，头板一天，哎呦，像手掌一样的，两个都要的，看，你试在家，试在家，你给我试在家行不？丑断题的，相中了不？你放到手上妥当看，你也行。相中了，相中是相中了，就是价格不合适。相中了，给你优惠，给你优惠。多少钱优惠？优惠不多了。多少钱？优惠不多了啊！你说一步到位，我听听。你不到位，我再让你一百一百。可以啊，2500。哎呀，你2500最难听了，你我不然给你1500块钱。哎，1500，1500行吗？1500肯定不。你看这小纸杯，你看做这个，你看看你咋着？1500行了，帅哥，1500。1500，你哪张的？1500，给你这个来。那个不要，那不要，那个。我给你这个。那不是小题的，那不是小题的，不行，头边也不行。有要好的，有要便宜，你这哪有这？那我肯定是越便宜越好呀。1600行吗？再给你加一杯。行了。1600。卖了走了，都该回家了。我等一下，我再给你买个黑白花的。这都该走了。哎，我等一下再给你下个黑白花的，真的。这都该走了。我知道，给你下个这个。我给你让到位。啊，等一下。我降价了。啊，等一下。让到位了。啊，你说。让到位。啊，一价降到底。啊，你说。2000块钱，就。哎呦，2000块钱。啊。哎呦妈！这个，2000块钱你都捡大龙了，要不是今天我马上要走了啊！你真是捡大龙了。2000块钱我得考虑，我再看。考虑了。啊！考虑，那都散了吧。哎呦，1800行吗？1800不行，你进口医院就2000就必须2000了。你这帅哥啊！确实想走了。我看，能拿走。我上外边看一下。尾巴内螺丝的哈，尾巴内螺丝，那头板也可以。1900。你看。1900，再让一百。不能让。啊，再让一百。不让。那就让一百，我等一下再给你下个黑白花的呀。这让不了。把你那，我再给你，我还有黑白花的，一会儿再给你下一个。叫破2000一个，叫你破2000一个，1900吧，1900。哎呀，你别弄了，那不行。我那做，1900，我那做那做。刺激。等一下，我再给你买一个，这1900，他带走该带走的，1900，什么1900888呀？这个漂亮哈，看，挺漂亮的哈，咱给带走。咦，这个体型超短体啊，看了没有？非常牛逼啊！咦，漂亮哈，带走发货。